家好，我是李佳颖，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，他们要重新上映咯。如果之前还没有机会去戏院看的观众，不要错过这个机会，因为这是一部非常精彩，然后很热血、很感动的电影，然后一定会带给你很多对于梦想启发的一个热情。希望大家进戏院多多支持卡农。